像因为有乘客转述说，这个司机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的这个状况啊，是不是这样子的情形导致的车祸事件的发生？啊，据乘客的转述哦，我们警方了解，乘客是说驾驶是有咳嗽的情形哦。那至于咳嗽的情形是不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，那我们警方会积极调阅监视器以及相关影像来厘清本次案情，了解发生的原因。